车上是只有一个人是？是的。他这是怎么样开车的？这台车要下山，那台车要上山。哦。然后，他上来的时候可能是要超车吧，拉出来，所以他逆向车对车的撞。后面慢。为维护交通秩序，遏止车辆进驶危险驾车歪风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，共计查获参与车辆35辆，其中涉及进驶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共计11辆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、闯红灯、逆向行驶、危险驾车等共计22辆，均已发通知书通知相关人员到案，并依法移送及举发相关违规行为。